接下来的活动呢，是由我们的新住民哈、新住民在我们台湾，将近49万人哈、那在这异族的，就是我们新住民进来台湾，有发生了很多的趣事哈、当然，在我们待会的一个戏剧的表演中，能够展现出来，我们戏剧展现出我们的文化的冲击以及一些笑话。那我们是不是热烈掌声来欢迎一下我们的新住民的表演？来。凡是刚嫁来台湾的新住民，天真热情，对台湾的事物都很好奇，但因为不懂台语，闹出了许多笑话。某天，小兰和婆婆在家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。想看的，让我们看下去。用好歌声来睡。哎，婆婆嘿。阿布，嘿，阿妈。你的洗脚水我放好了，你要先去洗吗？是啊。哎呦，安尼啊，话大家听放麦啦，像这种新妇啦，叫我去洗，叫做我去洗，去洗哦。啊，你先去洗，啊，等我再去洗呀、啊。哎呦，大家听看麦啦，我心脏病啦，发作哦。讲袂顺车哦，真叫咧！为什么阿布那么生气呢？阿布，晚上你要食啥物？我煮予你食。食啥物？去就去吧，面呐、啊。阿布，你要吃面哦？那我去煮面给你吃。哎呦，大家听看麦啦！哎呦，我头痛，心脏发作啊！我乖囝进来啦，看你的新妇啦，哦，真正有气势啊！为什么阿布那么生气呢？小兰，小兰，你在哪里？小兰，你有在家吗？小兰，咦，小兰，我跟你说哦，我们今天有去参加我们这边的活动哦，市政府有辅助一些活动，让我们新住民的在这台湾，关于我们新住民的哦，我今天约你一起去，可以吗？我不去了。小兰，你怎么了？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婆婆那么生气。小杨，我问你，我们在越南手放在胸前是什么，代表什么意思呢？哦，这个啊，我们越南啊，如果我们上手放在胸前，就表示很尊重别人，很有礼貌的哦。那我再问你，我们像每次啊，我婆婆她叫我去二楼拿东西，我都去找不到。哦，这个我知道了，就是说我们越南啊，只要亲戚好了，我们爬上阶梯的话才算一楼。可是在台湾，我们亲戚好了爬上阶梯的话就算二楼了，所以啊，我们都被误解了。是这样哦，那会不会这样的误会啊，我婆婆以后都不喜欢我了？不会不会啦，小兰你不要担心，不会。还有我跟你说哦，我们现在啊有很多很多的关于我们新住民的，像我们刚来台湾语言不通啊，还有一多很许多的那个生活不习惯，我们都会有一些可以参加的活动，他们可以协助我们哦，在台湾可以请你婆婆还有你的老公一起参加。真的吗？真的真的。丢啦丢啦，文化无同，语言未通，佮造成误会啦，对无？嘿，这样阿布，我们可以去参加好吗？好。好。我阿、小姐、小姐，我老这老诶，使去改参加新移民的活动无？会使啊，大家拢会使去啊。哦，足好诶哦，大家做伙来，大家拢是安怎？阮大家都是一家伙啦，哦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哦，三位，真的哈、哦，新住民在台湾呢、哦、出的笑话不止这些，有很多哈、啊。不过推广一下，我们政府哈、哦、对新住民不遗余力哈、哦，有一些语言呐、啊、各方面的一些
课程都可以免费去上啊，所以说很感谢我们的新移民为我们台湾也付出很多，是不是？掌声来感谢他们，谢谢为我们付出，谢谢。